是粉丝团的亮亮粉丝灯牌，在这里亮粉丝灯牌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圆梦圆，因为二帅好几天没直播了，你们粉丝灯牌都灭了吧。我现在是在辽宁辽阳，辽宁省辽阳市。对，厂里出问题了，但在这里边不能说。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我，谢谢。然后我是想，加你粉丝团了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二帅，瘦了，带货吧。带货，我看看，如果你们支持我的话，我去看看这边有没有东北的一些特产，好不好？我这儿可能上火了，有点不算舒服。好人好报，苦尽甘来。对，就是娜娜应该在四川，现在在四川，我这几天也没给她打电话。娜娜在直播间吗？娜娜那个账号，她好像没有实名，她开应该开不起来，因为她那天问我了，她说这个怎么实名，她没有弄上，不能实名就没有办法直播。你去医院看，我不用看了吧？我这应该就是上火，我也没吃药，我嗓子不太舒服，这些。谢谢大家，感谢，大家可以帮二帅点点赞啊！都现场多少赞了？我看一下，现场我们多少赞？50多万，58万，帮二帅点到100万吧，帮到二帅点到100万，二帅做做数据，然后二帅也想下播了，妈妈也躺下了。感谢大家送的小心心，谢谢榴莲，谢谢彩虹，谢谢不养闲人，然后大家在直播间2600多个人帮二帅一起点一下小站着，点到100万二帅就可以下播了。我这嗓子有点疼，然后你们我刚才看问了一下，你们好多人都挺支持我带货的，是不我就找一找东北的这个土特产给大家看看，你们有需要的吗？比如说那些木耳啊，那些吃的什么的。少抽，对，少抽点，因为我最近，心事比较，头都要大了，真的心事比较多。哦，你们真快，一下点到67万了，谢谢，一起点赞，大家一起点，能够有，其实2000多个人有，谢谢送的爱的守护，这是谁呀？军魂，谢谢军魂，你们如果是有2000多个人，有500个人一起点啊，就可以双倍点赞了吧，来。给二帅点一点好不好？带你们土特产，确实有点上火，真的家人们，哎呀，这是双倍点赞了，谢谢大家，那么100万马上就到了，感谢啊，一直点，手累了是吧？3、2、1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是上火嘛，嗓子难受，我就。一会儿我就早点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一直点，谢谢啊。然后这天也不在状态，头也大，又上火，然后又要搬家，我收拾了一下，今天搬了2天了，搬了2天了，有83万了，真快！你们，谢谢，太给力了。感谢葡萄酒，感谢彩虹，谢谢彩虹一直给二帅送小心心。我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跟你们一样很普通的人，只不过那几年运气比较好，
积累了一些，然后今年遇到这个事儿我也是没办法，但是遇到什么事儿解决什么事儿呗，遇到困难了就解决困难呗。你们也别看我太憔悴，我确这两天确实也没心情，又搬家又什么，要卖这些东西，确实心情不太好，大家别介意啊。还差10万点赞，大家再帮忙二帅点一点，点到100万，二帅就可以下播了，做做数据。然后你们没有上灯牌的，给灯牌可以亮一下，谢谢。有人气票的给二帅上上人气票。然后妈妈也躺下了，二帅准备，也想早点休息了，因为我这不太舒服。二帅没有兄弟姐妹，我就是独生子，我就自己一个人。还有老妈。因为老妈从我20岁的时候，感谢军魂送的鲜花，谢谢。在我20岁的时候，爸爸就不在了嘛，妈妈一直一个人带我，感谢葡萄酒送的蜡烛，一个人带着我，妈妈也没有再嫁，所以一辈子都为了我。感谢458送的墨镜，谢谢。感谢顺发的小心心。哎呀，妈妈一辈子为了我活，我现在今天我却在这个时候把房子给弄没了。感谢大家今天啊，然后我已经到100万赞了，感谢送的葡萄酒送的千纸鹤，因为妈妈也躺下了嘛，我就给你们看看我妈妈。Hello，Hello， 感谢刘真送的万花筒，谢谢。我妈妈在躺着呢，然后晚上我就上那个房间睡觉去。那二帅今天就下播了好吗，家人们？我这不太舒服，谢谢你们帮我点到了100万赞，谢谢大家。然后。明天你那咋想了然后明天有时间的话我再带妈妈一起开播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